Hello everyone, I am Susie. I am Lucy. Today we will take you to the kids' castle. There are many good stories and lots of fun toys in the kids' castle. Let's go together. Hooray! 好了，小朋友们呀，马上就要过农历中国的节了，新年。咱们一起做个中国的福字儿吧。首先我们应该怎么着呀？应该画出来这个福。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是不是这样？好的。好，现在啊，我们剪好的呀，就像这样子，再从这里边挖洞剪成这样一样，这样子一样。好了，小朋友们呀，现在我已经剪好了，我们一起用红色，中国红，红色来给它刷背景吧。好，小朋友们呀，现在呀，我们把这些去开，沾一点点水，然后涂上中国红，这样啊，过一点点水啊，会把它润一下，会好蘸颜料。好，现在呀，咱们一起涂吧。再湿点的，这个有点太干了。你去接点水。蘸一点水，
现在我们再涂涂边吧。这干了，我们一起把它翻过来，然后摆成这样。然后啊，我们拿一个铅笔或者圆珠笔给它描出来。这样一样，然后呢，把这里边的你咬。星期四，你这几点钟有课呀？10点。还有20分钟。这样一样。我在录视频。从吃的乐趣来。现在拿下来，描这个地方。咱们先描这个乱的地方。
色儿。好赞啊。好，现在呀，你再把它放到这儿。再描这个。然后我们再把这儿画一下，描出来之后把它拿下来，然后你就描好了。好，现在呀，我们一起拿黄色把它涂一下吧。我们先用小刷子，然后不沾水。稍微多一点，就拿个稍微大一点的刷子，涂黄色画的就涂厚厚的一层，不然它会变成橘色。
现在呀，你把它除，就这样。哦，小朋友们呀，你们也可以涂成这种鼓鼓的、凸凸的一层色。摸起来就是鼓鼓的感觉了。现在呀，做好了。你就这样，嗯，那谢谢。再见了，拜拜。So that's all for today. If you have nice toys or fun toys, remember to write to Susie and Lucy. We will share it with every kid in the first place. If you like our channel, remember to click on the subscription below. Susie and Lucy are waiting for you here. See you soon!